侯柯对决边缘化赖清德，应该是侯赖对决边缘化柯文哲。你只有让柯文哲的民调下去，你才能够成为非绿联盟的共主。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张友华。国民党内部现在开的会已经基本上定调了，他的定调的方案那是什么？侯柯对决边缘化赖清德，我听到就笑死了。侯柯对决边缘化赖清德，你的目标是下架民进党，你的目标是下架民进党。以侯友宜现在的民调，你要造成侯柯对决边缘化赖清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你要边缘化赖清德，你要做到四件事情。第一个，制造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的矛盾，让蔡英文出手整治赖清德。但是这个不是操之在你，这个是操之在蔡英文，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见缝插针。所谓见缝插针，就是说你要策动民进党内部派系，不能够让新潮流一系独大，由第二线走到第一线。除非你能够煽动民进党各个派系来抵制 新潮流由幕后走向台前，去制衡新潮流。否则的话，你无法去制造民进党内部派系的矛盾。那当然你想边缘化赖清德是非常的困难。第一个是蔡英文，第二个是派系。那你第三个，你要边缘化赖清德，坦白说，你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空战能力，你用发动网络去攻击赖清德所有的政策，好，你就可以让赖清德疲于奔命。那第四个，对于赖清德的美中台跟两岸关系的政策，你要尽量去找出他的弊病或者是毛病，然后进行猛烈的攻击，使赖清德在选举期间成为一个战争的制造者，就是麻烦制造者的形象，你才能够边缘化赖清德。那当然其他像什么 MeToo 案还有其他的案子，你也可以好好的运用。你除非能够做到这四项，那否则的话，你想边缘化赖清德那是不可能的。那回过头来讲，我不知道国民党是谁要制造侯柯对决。你侯柯对决，那你抢来抢去都是非绿联盟的票，那你抢的不是民进党的票，你有种那你去抢民进党的票，你自己关门在内斗的时候，那你抢来抢去都是自己的票。除非你能够一棒子打倒柯文哲，让他的民调掉到 10% 以下，那否则的话，你侯柯对决只会成就柯文哲，只会成就柯文哲。况且论头脑、论智商、论口才，还有论表演、论作秀，你侯友宜能够赢过柯文哲吗？侯友宜你都几乎被看破手脚。那我不知道国民党当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侯友宜，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看出来了侯友宜的各种的问题，过完年以后，我就对侯友宜的很多的作为，我就提出了不同于国民党的看法。为什么我要讲不同于国民党的看法？我就是看侯友宜三个地方。第一个，他讲话的态度，就是说一个老是在规避回避问题的人，那显然他是心虚的。那第二个，我再看他的待人接物。所谓的待人接物，任何去跟侯友宜聊天或者去谈的，大概他只给你5分钟、10分钟而已，就是证明他很忙，他不肯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听别人的意见。那第三个，我们看侯友宜他旁边的人，完全是以侯友宜为一个核心，他们想要保护的是侯友宜，他们想要保护的不是国民党。那最重要的，我一再讲，侯友宜自认为他的品牌是超越了国民党，他可以吸收浅蓝浅绿还有中间选票，他的品牌超过了国民党。我在平台跟视频上面我一再说，你没有国民党的这个组织系统的运作帮你助选的话，
你什么你都不是。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新北市长，你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大会参选人。那更重要的是说，国民党屡次发生困难的过程当中，你侯友宜没有伸出过援手。这一些其实我都知道很多。那最重要的就是当时都已经劝他你要积极参加党务，他反而认为党务是个包袱。那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侯友宜的心态嘛。你尤其是5月17号国民党中常会推举你，征召你为大会参选人，那你讲的那些话讲的都是空话。那现在金小刀的复出说要造成侯柯对决，请问那你怎么对决？你的对决就是窝里斗，你窝里斗到了最后就是势同水火，势同水火的话就是双方互不往来，各行其事，各行其事，你怎么边缘化赖清德？就是说我们讲到了服贸啊、货贸啦、ECFA 啦，最重要的是两岸政策的时候，你国民党提的什么政策？侯友宜对于马英九的某些政策他都未必接受，那你何况是你要跟柯文哲的服贸、货贸、ECFA 跟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对决？所以我不知道国民党怎么去定这个政策，我只认为时间不在国民党这边，这个时候你谈合作都来不及了，你还想对决？那你对决完了就跟郭台铭一样嘛，等你对决完了他死了这条心了以后，他回过头来一记回马枪的时候，那你受得了吗？所以国民党认为说侯柯对决可以边缘化赖清德，但是坦白来讲这反而是放过了赖清德。民进党内部出了多少事，那我都看不到侯友宜有强硬的攻击，我讲的是攻击哦，他呢都是等事情到了最后答案出来了他才反击，当反击没有新闻热点的时候谁来理你？谁来理你？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国民党走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是谁侯柯对决边缘化赖清德，应该是侯赖对决边缘化柯文哲。你只有让柯文哲的民调下去，你才能够成为非绿联盟的共主，而不是打掉柯文哲以后，那你认为那你就是共主了吗？所以我们可以讲今天国民党的选战策略他搞到这种地步，他是完全不了解台湾的民情。这也就是说国民党为什么让侯友宜的民调挂到了防专条款以后就是出现的乱象，或者是胡思乱想而得出来的一个结果。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侯柯对决绝对是有利于赖清德而不利于非绿联盟的整合。